能够所航是香港高雄，对高雄要发展一个邮轮母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们相关的局处，那本来我个人也要参与，但是因为在议会期间，所以我就请李副市长代表相关的局处啊，这些局处都对未来，所有的邮轮的这些很多的贵宾到高雄来，相关的都是我们都会做最好的安排。所以为了表示我们的欢迎，也表示高雄市政府要发展作为邮轮的母港，我们准备好了啊，所以欢迎大家到高雄啊，我们是一个热情的城市，有善良热情的市民，所以欢迎大家。高雄非常丰富，族群多元，农产物产都很丰富，真的欢迎大家来高雄。现在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发展邮轮港这个对我们高雄市高雄港的这个转型大概有什么样的效益？因为高雄港过去都是我们的货柜的吞吐量啊，几乎占全世界第三名，但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港口都在改变中，那我们认为高雄不再是以吞吐量，我们保持过像过去一样，我们的所有吞吐量还是这么高。不过高雄要慢慢的转型，那高雄可以就是东南亚、东北亚，包括亚洲、欧洲、美洲最重要的中心的地点啊。我们认为如果高雄发展邮轮母港，每一次来的旅客都大概是2000多人，那我会认为从我们一开始98年啊，大概我们只有4000多个人啊，只有几艘的邮轮到高雄，现在我们一年，像今年我们预估会有52艘以上，那带来了大概5万多的人口，那个商机都超过7亿以上，那对高雄发展观光，我认为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高雄现在跟港务公司密切合作，港务公司的港埠大楼现在也都在新建中，我们会快马加鞭，我们会把一个邮轮的母港所有该做的配备、海关等等，很希望跟中央更多的合作，让所有的游客到高雄来出关入关都非常的便捷。我们希望有未来有更多更多的搭乘游轮到高雄来玩。谢谢。市长提到的就是未来的母港是哈，我们就是高雄最近就是有很多这种那个游轮过来哈，那你觉得高雄这边的话那个港务的系统这样够不够符合？我想台湾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民的热情，当然不能只有热情哦，我们友善的设施也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个港务公司的一个主导之下，在高雄港已经有整体性的计划来将整个港务设施做得更好。我想从萧董事长刚才的致辞也特别提到，在未来的几年高雄港将会焕然一新。那当然以交通部观光局的立场，我们会持续的将高雄在地的特色跟文化行销到全世界，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个人来到高雄。那现在是来这边还要不要做签证的动作或者怎么样，那些简易的做法有没有？对，在邮轮客人的部分，我们已经跟移民署做了一些协商，我相信移民署也给这些邮轮客人一些更方便更简便的一个通关的一个程序跟这个落地签证的一个程序，那近期会在移民署的官网上面做一个公告。哦，所以说现在来这边就可以就落地签什么都很方便，对不对？那未来我们就是都是有没有计划，就是说再做比较长久的停留的旅程啊？对，我想台湾未来的目标是希望还是发展以母港为主要基地。那我们也发现到全球的这个邮轮的发展，在亚洲地区的成长已经高达8%到9%。那以这样的成长速率，应该未来台湾的邮轮市场是指日可待的。谢谢。啊，这次我们特别哈飞到香港哈，来参加这个立新邮轮哈，这个处女星号的启航仪式哈。啊，它从今年的4月开始到10月，啊，一共有31趟次到台湾来，那其中28趟次哈是弯靠我们高雄港。
那我想旅行哈，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呐哈。以前大家都坐飞机飞来飞去哈，一下子就到了，比较没有那种沿途旅行的感觉。那坐这个船呢，非常的沉稳舒适哈。那从香港到这个我们高雄港大概17个小时哈，晚上特别是从这个香港维多利亚港出港的时候呢，哇，这个香港的夜景本来就非常的漂亮哈，那你出港的时候刚好它是这个万家灯火哈，尤其香港的这个大楼的这个灯饰呢非常的美丽，你可以沿途看着这个灯饰和一个亮，然后慢慢的离开维多利亚港，我想那种感觉是你坐飞机完全体会不到的哈，这是非常非常的让你觉得很浪漫的感觉哈，所以我在这里也建议哈，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哈，也许可以换一个方式哈，到香港然后跟台湾的旅游哈，一趟飞机一趟游轮哈，可以让你这个旅行哈充满不一样的体会，而且游轮上面各种设施都有啊，应有尽有，除了这个吃饭睡觉之外，还有很多玩乐的东西啊，好，也可以看秀哈，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人小孩都有，他们专门有特别为了儿童设计的这个儿童游戏室，还有儿童的这个水上游戏空间，所以非常的舒服。价格呢，在这段促销期间呢，也不是特别的贵，所以我想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哈，赶快利用这个时机哈，订一张船票，订一张机票就可以享受完全不一样的旅游经验。欢迎大家乘坐立新游轮来高雄跟香港之间来回，可以了哈。谢谢。我想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得到我们立新游轮非常好的一个邀请，让我们在大爱在我们旗山地区的一些孩子有机会能够登上我们的立新游轮的这个处女星号，我们一起在上面做一个参观跟访问，那也招待这些孩子们有机会能够上船去做这样一个学习。那我想这对我们很多比较偏向比较弱势的孩子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再次的感谢我们立新游轮。